都啥那啥所以都啥你万一告诉你呢、就这个都啥你要打你过了你过了你都搞得清楚这有个啥有一种啥跟我们说都啥有种啥啥是不下啥人家就是那个是这个一个一个人家人家一个啥不是没有多少就是爷爷的这套他们管不上啊这个房子看就我那连你啊要给打气啊欢喜宝宝星期天撒头猪星期天有出租肉最重的农家炒鸡肉今天炒猪肉啊早上来打波了吧你可以吗可以吗欢喜宝宝最光的白毛白果好久不见了下次要下小雨山我把黄安的小雨和黄梅唱下山了这小雨伙伴啊哦加过这个加去这个你晚上要么要技术就得唱这个差点没有啊，我都最近几天要开播一次，几天开播一次啊？啊。一般这确实我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没播啊我就都没播比较懒星期六开播一下啊星期天杀猪星期天星期六还是比较开播的啊不敢我看你看你妈看吧你看这些咱们为量你再这么想可啊你叫我摸摸下去啊你跟你妈送毛是吧你玩死我了我们这什么唱都能点。我真的好黄瓜分享了黄瓜。这家摘的这个哈。味道很不错的。我每天我都要吃好几个。这要是我吃的黄瓜今天吃的是第三个。我觉得鸭子应该呛狼了啊、星期天今天杀猪再开始预定了星期天杀头猪早上杀啊大概10点钟左右开始分肉了。吃完了。家门吃完了啊。嗯。杨梅。杨梅你要什么样的肉还没下来。好做饭了。嗯你就是来晚了。你
来晚了。我下午我一直开播做菜做饭的，你就没来看。哎呀，要喊了。小莫，等一下。我说你现在要的哪个部位啊？要排骨啊，带肉的还是后腿肉啊，猪脚啊？你要哪个部位？现在可以预定啊，因为这头猪要分的差不多了。听得清楚吗？你现在去拍定金啊，明天来打电话叫你来。后天。后天，后天。腿肉。后腿肉啊，腿肉。腿肉。明天这个猪不大。你帮我去洗碗，换个菜哦。腿肉可以啊。你真大了，慢慢去，慢慢去，就是。你去拍300块钱定金，明天我联系你。梅花肉啊，梅花肉。这是梅花肉，别的吗？你要哪个要两条啊？啊，这是米辣要两条吗？我看一下啊，梅花肉。哦，我看这次有没有买啊？我忘记了。我看一下啊。有买一条梅花肉，有一条啊，还有一条，还有一条梅花肉，猪心猪舌卖掉了啊。雪花肉是牛肉啊，牛身上那个叫雪花肉，猪身上叫梅花肉，猪肉卖。猪肉卖掉了，猪肉、猪心、猪小肠、猪肝、猪舌、猪腰、里脊、小肠卖。